他是来自新疆的李维，齐秦登台与他 PK。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。李维这个来自于新疆乌鲁木齐的小伙，从小就喜欢齐秦，热爱音乐的他已经做了10年酒吧歌手，在酒吧长期驻场的生活极大地提升了他音乐素养。在比赛中，李维发挥出色，一路过关斩将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哦、第四名，绿色，恭喜你。好吧。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，天空中虽然飘着雨。像了一个个的都，我刚才以为是一个人。第五名是黄色。第三位我把它写的是紫色。紫色，恭喜我们的蓝色啊，是我们今天的荣耀之光，恭喜你。他用近乎完美的模仿 PK 掉五名挑战齐秦歌手，用实力征服了所有观众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齐秦模仿王。不让你的温柔治愈未来，以假乱真的歌声让他站到最后，并以42%相似度成为单场冠军。今晚他为争夺天下无双总冠军将放声一搏。